这才几点呀？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现在我们来到了军政机场，要坐飞机了。嗯哼，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拍一下天空上的城市，可能呢还会见到很多的作者朋友，是非常的期待啊。现在飞机呢已经开始在跑道上，开始马上就要起飞了，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云彩了。而且这个飞机上好多西瓜视频的作者呀，特别多的大佬呀，哇，紧张和激动。哇，历经了三个小时，终于平安落地了。现在要打车回亚特兰大酒店了。最后再次感谢支持大行上岛的大家，辛苦了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